画部的合作，那有今年有一个漫画人生计划，在培养漫画人才。然后那今年的全国展的会有一首主题曲，然后对，托大家获得这个机会，就是他的主唱。那他在台北目前还在展出，到11月10号在漫画基地。然后下个礼拜五、六日会在台南，对，他们在台南也会开始做展出。然后我们礼拜五会在台南的文化原创基文化园区，对，文化园区那边会有一个开幕仪式，希望大家也来在台南。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叫做《梦想中锋》。教会过来对着你们眼神，然后对你们唱。
喊啦啦啦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回我啦啦啦，对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对，对，我也啦啦啦啦啦啦，然后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样，好，各位大家带来娇娇的原创曲，天体地图。
再这边按个赞，按一下就好，按个赞，对，就可以追踪到我的各种讯息，在这里，对，搜寻这个，搜寻这个，对，然后比如我的推特，然后我今天这边等一下互换结束之后呢，会跟我的好朋友 P 一起去参加下面的主办的天使茶会。Thank you.